伊利是一位伟大的妻子，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女儿一边一个左手右手慢动作，秋千耍得不亦乐乎。母女三人欢声笑语，甚是温馨。但是却被一只蚊子捣了乱。请让我推到天荒地老，哪怕蚊虫肆意叮咬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只是马司令，下次晒娃能换个高清点的视频吗？